我的英雄场，飞龙不龙，飞龙不龙，龙的大官做唔到代志，龙的大官做唔到代志。阮家是这土库顶溪边里跌卡寮吼，哎，即卖即个工程叫做喇嘛自洪池，啊，已经2008年就开始规划，吼，啊，规划啥计划是由高院科技技术大学去甲伊做即个规划，吼，啊，伊去申请水利署，1803年就是2014年10月7日已经核准即个计划。这个计划当然是足庞大的计划，有够庞大的计划。但是这个自洪池，阮家这个自洪池，就是影响19家的良田。啊，阮家良田已经定位过啊，是优质台湾优质的特定农业区的良田。吼、哦，啊，伊要甲阮做，阮家的所有地主、栽种的人拢唔知，6、7年来拢唔知，拢干那听讲、听讲安怎、听讲安怎。啊，阮3月7日才收到这条通知书。这条通知书是阮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8年来第一届县政府唯一白纸黑字的通知，唯一。啊，伊即马公电在进行，公电在进行，这张是啥物意思？这张意思就是讲，你下晡来开说明会。过来，恁的土地就变政府的啊，水利地，吼、嗯！啊，我要讲的，就是讲咱农业大官拢是县长讲的，农业首都嘛是县长讲的，啊，要做农业来做咱阮因的大国青，要做台湾的大谷仓，嘛是政府讲的，结果因煞大面积要来毁容，啊，这有真大的问题，吼、嗯！所以有4项无正义，本质袂当解决问题。土地无正义，伊破坏生态，佮破坏生产力，永远袂当生产。佮社会无正义，是摕咱上弱势的农民，佮完全要甲你尊重。所以拢总有4大无正义，啊，拢违反咱政府家己咧讲的话。2点上强烈的诉求。第一，县政府爱即时停止这个计划进行，吼、哦，绝对袂使在阮无同意之下，把阮的土地抢去，变成做水利用地。遐是台湾的农业特定特定区，吼、哦，台湾的农业特定区，伊这个无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，吼、哦，农业特定区要搁甲挖做水利地，这实在是。逆道而行啦，反其道而行，哈、哦！这第一点，强烈的诉求，县政府即刻终止执行计划，绝对不能在地主不同意下擅自变更地目，哈、哦！第二点，跟在地居民共商，哈、哦，严拟最佳农业、观光、休闲三顾的大排水沟全面性的、完整的。整治计划，吼、哦，就是简单这2点诉求，吼、哦，啊，阮希望下晡的说明会会当迈开，县政府若有听到，及时回头。啊，这嘛互相矛盾，咱嘛大牌都要拓宽，要输迄个大船啦，啊，搁咧即嘛搁水坝吼，搁抽水搁加增加，啊，迄乃当解决这个水患的问题，先咱来要搁开这自洪池。即马农村拢讲老人啦，啊，伊只会当依靠遮来食饭生活尔啦。啊，少年的出外拢赚个20几K啦，所以伊的生活足困难，无法度好转来养这个老伙仔啦。哦，啊，这土地然后征收去，阮虽然讲有提下钱啦，
我若要去买土地，袂当是阮自金照顾遐好势。所以讲，伊这个水利主管单位，甲这相关单位的官员，老实讲，伊是独一个功能以外，因为咱的农业发展条例是确实要保护咱台湾有限的农田，咱的破坏已经足恐怖的，一年减。民国66年时，咱台湾有100万公顷的良田，到目前剩无70万，就是一直了。啊，咱云林咱就讲会当保留，保持讲是农业大县，有遮济好园，啊会当予咱做讲哦，咱的前苏县长以及咱现在李县长，就是讲要将云林建设一个农业首都，哦，要予永续发展，发展咱的特色，因咱这县县都要靠这個。啊，那么你即马相关的这单位，因无重视，因干那桌面上吼的一寡做法，因的理论治水不是好事情。啊，咱的水灾不是洪水，咱的水灾是因为积水不退，本身水退不出去，并不是洪水的关系，吼，是完全是咱本身水透不出去，对好未来水都透不出去，啊，所以才会积水，所以没有洪水的问题。啊，厨房厨，伊的面积有19.34公顷啊，占阮遐的农地差不多1/2啦。阮拢总差不多有40公顷的农地尔，啊，伊做一摆甲我19公顷外去，阮已经无闲要做啊。所以伊的厨房厨要讲调节啊灌溉，根本就无迄个功能。哦，啊，顶阮若拢无闲要做，阮是要食啥？要食土啊。哦，啊，咱县政府做这个地方地是伫这个农地重划区要来做，才敢合理，才违反国家的政策嘞。你袂使讲这几年，若讲着治水，一失个就是甲咱乌水池、乌沉水池，电来无乌沉水池，来甲山边无乌沉水池，来甲白杨、竹藤农业配土地，你嘛规个拢水池。啊，若像这种计划。讲实在，一个高中生都在那做，唔免叫这水利专家做。迄条大排是拢拖一工半工就无水，啊，伊个大排拢唔清，吼、哦，应该是四月爱落清，伊拢唔清，拢走发得慢慢。恁个水利迄条敢有去咧巡？无咧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阮阿妹做一个几村啊尔。是要做啥呢？恁即马政府把阮提去，阮就是无通食呢。啊，搁嫌嫌补嘛无去了，啊要叫阮安怎？啊，要请教，为什么咱迄个溪就我细汉的时，迄条溪哩北江溪是差不多100米宽，对无？恁即马来给对，给做三甲全部10米宽。你这若咧卖看，甲开3米深，像阮个住房厝要敢开3米深，你若敢甲精准5尺了落，我相信你这用水量绝对超过这个住房厝100米坐水就对啦。这个空为啥你唔去做？空啊偏偏要敢去阮这农田？阮这是70-80岁，有诶是旱无食，伊都要一门头种一束仔菜，内底布一束仔青，讲过生活。你安那甲酒皮顶？袂，阮遮会生咯，阮遮拢70-80岁，包括老伯嘛无去。啊，恁像怎会当重新思考？我咧讲，这条北港遐全部拢较清平，唔知几千家唔知影啦，恁知影啦？五尺深度，啥那恁政府拢唔去征地？哦，恁的声音我拢会听，包括你讲的，有水利用地、用公有地，你着爱优先使用，莫去用着咱私人地。这本来就是咱土生条例有讲的，阮另外用这个原则去检测，这包括着恁今仔数据之一。过来，迄、那个你讲的大溪就是咱北港溪吼，北港溪苏准，因为迄养鹅庄，阮嘛有直接着阮的河川局，吼是因管的，阮嘛要求讲伊换爱加强迄个苏准。恁来去协调啊？嘿，阮有协调吼，阮嘛有甲因咧协调，因嘛有当讲也有需要，因会协同来作业。啊，至于讲下晡讲的，就是因为下晡有其他案，毋是干只案尔。会是会继续开的，不过针对恁这案的时阵，等于还袂检讨好，等于讲搁上新的方案，因为阮林港搁上新的方案嘛，是爱搁定来一届。既然有机会搁定上一届时阵，吼、哦，阮下昏伫下晡的时阵讲啊，阮这案就是爱搁检讨。针对恁这案下晡这一回，就是因为阮的检讨的结果还袂出来，吼、哦，不一定是会照这个方案去执行，所以就先保留，先无咧召开。不过其他有其他案的权力的时阵。
阮这会嘛是爱开，要来各位时代报告是有这状况的。